近日 ,Lady Gaga 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分享了一张照片。在欧式装修风格的家中，餐桌上摆着两份精致西餐，还配上浪漫的烛光和花束。Lady Gaga 在文字中艾特了绯闻男友音频工程师丹霍顿，并写道特别的丹霍顿。文字后面还附上14颗红心，正式承认两人恋情。今年7月 ,Gaga 被拍到与丹霍顿约会接吻，网友纷纷祝福道，姐这是承认了吗？好浪漫的烛光晚餐啊，祝你们幸福啊，希望可以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